慢动作，因为哈，咱食物件爱听上少，用一个骨髓，即摆爱将阮车二十秒。来，同学，同学，来，先定个，定个，Hello， 这边需要水，可以帮我补一下吗？哎，阿妹，伊今日表演有化了有欢喜无？哦，他讲波动慢步手了有赞无？有吼，阿妹无咱就搁请伊搁唱一届，阿会当唱会当做伙唱好无？在合照哦，跟对象合照。重阳节，那我们达德商工一直教导学生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所以新逢这样的一个节日，那由我们餐饮科特别亲手制作第一堂养生的贵妃酥，然后到各地去发售。那今天是我们重阳节系列活动的第五场，那明天还有第六场，到弱势的养护中心或者是长照的据点去发送，然后做团刊，然后由学生带给长辈们欢乐，然后希望他可以过一个快乐的重阳节。今天的主题就是主要就是演那种就是电商那种延禧攻略，啊，主要会有这种的主题，就是有就是因为符合这种就是重阳节嘛，然后才会来这里表演，说表演这个表演来给他爸妈看。然后也有餐饮科做的那个贵妃酥，然后一起带给阿公阿妈享用这样。那你今天扮演这个什么妃子？我叫贤妃。你是贤妃？对。你是华妃对不对？不是。